天天自己在做饭，然后跟猫玩，我自己也养我自己，家里还三只猫呢，特别奇怪。我们家猫看我眼神都不对，我们家猫来回来去窜，我直播时候它们从来不来我身边，嫌弃。我们家猫看我眼神都不对。这儿还有一个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它们，傻不拉几的，都傻不拉几的，亲我一个。亲我一个，嫌弃。我家有两只猫，一只狗。我的粉丝都知道，狗是泰迪，是进我们家最久的。它在我们家等于是老大的地位，就是已经被宠的宠上天了，就凶得不得了。不是那种真的凶，它就是耍无赖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后来我们家又来了两只新成员，两只布偶猫。他们也非常的避让，知道乐乐是老大，就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就比较高冷，但是又很粘人。工作就是要不停地奔波四处，所以我不适合养宠物，我不配。